刘真因为心脏手术抢救了45天，仍然不敌病魔，不幸离世，享年44岁。那么呢，她的老公在痛失爱妻之后呢，始终没有踏出家门。昨天呢，于天跟导演邱黎宽是有来她家来安慰她的。不过呢，刘真的好姐妹呢，杨丽菁昨天是一直都没有回应，直到深夜11点多才在脸书发文说谢谢刘真陪伴她20年的岁月，希望下辈子还能再当好姐妹。字字句句是都流露着不舍。而刘真的追思会呢，地点时间也都曝光，将会在4月22号在韩舍爱美来举行，追思灵堂则是设在龙岩会馆，目前都还在布置当中。那吴宗宪呢，昨晚也透露呢，会在25号来开放追悼，时间还特别选在下午2点22分，也是暗藏了新龙对刘真满满的爱，他们的双双节的意涵也在这边可以表现出来。那么以上是为你掌握的最新情形。